只小鸟回归蓝天，欢乐的歌声弥漫天际，天王感动降下了福星，山川河流相和爱意，一条条小鱼回归沧海，自由的舞姿摇动海域，龙王感动洒不出甘霖，花草树木快乐生息，红玛丽妹妹红这样啊，今天那个我们这里巨星放生，巨星放生的时候，他们要求先五处集聚啊，今天说的有一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今天是释迦牟尼佛转法轮日，我们佛学院呢，是正在开法会。那么我们在座的佛教徒，大多数的应该是佛教徒，也有可能少数的非佛教徒。不管怎么样，今天参加法会，参加我们的这个放生仪式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今天是遵照法轮日的话呢，做任何善事功德特别大。以前像是瑞宝在世的时候呢，利用今天的时间啊，在座的各位呢，就是今天从早上到晚上时间呢，尽可能的行持善法，断除恶法，特别的注意。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呢，不仅仅是我们放完生，非常希望呢，利用今天的时间当中，就大家这个多发愿，行持善法。就以前上师也经常就是在这一天当中呢，受持这个菩萨戒啊，就受持菩萨戒。所以我在想呢，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基本上的受持菩萨戒。但是当一会儿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我们这个受持菩萨戒的仪轨呢，就念三遍，然后你们这个跟着同步，我们一起呢，受这个菩萨戒，这样的这个发愿的功德呢非常大。所以今天表面上看到我们举行一个方向的这个仪式，实际上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不要说这么多的众生，哪怕是极少数的生命，就是让这个解脱，让这个解救的话呢，这是我们一生正念当中是最有意义的。可能我们在座的人都不知道相果没有，每一个人觉得到了最后的生命危机的时候呢，确实是很可怕的。不仅是我们的人类，就是我们的这些旁边的众生的话呢，他们都有他们的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只不过我们在座的人呢，在盲目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是已经失态了，就已经盲目了。很长时间呢，就是把别人当作，把别的众生，把别的生命呢，就是用自己来，就是开始享用，这是非常不道德、不文明的一种行为。那么到人类21世纪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座的以佛教徒为主的所有有这个善心的人呢，一定要这个维护生命啊，这是我们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实事啊，就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今天呢，刚才那个就我们这里的这个给大家也讲了，就是念诵的时候呢，我在想，因为今年是那个今天是我们这个转法轮的，大家
要一起这个发愿，一起发愿的话呢，我们那个拉中科松这个前面呢，就是有这个一起这个发心的这种这个念诵，或者有一起发心的念诵。这样的话，我们前面是有那个发心的念诵，然后中间呢就是念那个方圣依会啊，就是平时你们所念的这个方圣依会，到最后呢还是用普贤行经用汉语来，用汉文来这个会上组成会议。然后前面的有些课本啊，有些拉中科松记没有带的人呢，就是旁边大家看也可以。如果实在不能念的话，那念那个其他的什么观音心珠啊、文殊心珠啊，这个都可以。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本来也可能今天不是星期天，很多人到这里来就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可能这个亲家啊，就是孩子甚至可能欺骗别人，就是说是我要到这里什么什么聚集出来了，这个这也是是需要方便网运，就是方便网运呢，就是才能救助众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放生啊，就是放生的时候呢，这个前面看到的那个拉中科松记，我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传授一下这个菩萨戒的这个仪轨啊，就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我想我刚才也讲了，再次强调一下，希望你们待会儿过去以后呢，大多数的可能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可能都过去就是会去这个上班呢，就是做很多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今天呢，如果能在七天当中能念诵普贤行愿品是最好的，但今天的话至少也是每个人就是念那个三遍到四遍普贤行愿品来这个发愿啊，今天是特别殊胜的这个节日，所以大家不要碰好这个时间，就是因为我们学员也是今天通过这个直播啊，就是大家这个一天都是念那个发愿，就是开这个地藏法会，但是有机会就是看的话你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自己啊，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就是以一种共同的目标共同发愿，就是整个地球的不同角落呢都这个实现，就是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这是完全是可以的。实际上是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佛法，就是实践法也是，包括做生意啊、开会啊，很多事情是依靠一些虚拟的这个世界来这个完成这个虚拟的这个具有意义的梦。就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在座的各位呢，就是非要当作是一个是一般的意识，在诉说我们这样的每一个这么多的这个生命呢，这个放生也是确实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意义。下面我把这个我们拉动那个什么念诵一个的前面的有这个关于发心仪轨方面呢，就是给大家一遍就是念个传承，一遍呢就是日常经常来调整节，这种专辑上发言，说了我们这边调整节，这份工具就涉及上这份阶段的专辑上会发展。就当人家没把这些人都老板懂得专辑上面给几张，这份当人老板然后人把这份老板的学上级的先别人有没有这份老板都非常上级的意思。上级就是当年都当年都给今年交流当中的这种的就能准备准备了，因为我们的这份在工会销售工作的这份认真你把。对对姐姐大对你张志成都到哪去到不得让小伙伴他们姐姐一天都拿点小心疼拿着在郎中都问他当然了那时候给我的姐张志成中人国姐姐嘛地方的姐姐姐地方娘爸没办公内公的没人说张志成当门的时候张志成拿着了好像上进的地用总长的地边拿公张志成还能地呢都从都拿公的时候公不一呢公公打了甚至拿了甚至甚至当这对当当家酒按照他这道德同而说上次上话这道德这道根据我们这个的就那么多个真正的这种上话的准备然后到这个上街换街的这家的巴拉上就都加上酒那么多个真正的这种上话的准备然后到这个上街为政府的长老上当然走到交通之后妈妈上当然就能在这边上把这正白样他会走到三天不过我的美吧上当然走到交通之后上就算走人不去马地方的地方去地方两班的吧
꿈이 공도 내로르죠. 下面我那个先就观相的时候来之菩提之间啊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应该就这样观相啊就是为一切众生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就是先相那个皈依三宝就是大家都应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受过皈依戒但是我们再次的就观想释迦牟尼佛和所有的这个菩萨阿罗汉以及空化空性护法神全部观想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虚空当中观想这个以自己的根本上是这个为主的所有的浩瀚如海的这个圣真呢观想在自己前面的这个虚空当中然后呢就我念的时候大家这个跟着诵过像这个娘不用去接吧上街南了叫孙去上街南了叫孙去出当上去成花衣出当上去成花衣出来往登镇叫孙去出来往登镇叫孙去像这个娘不用去接吧上街南不用去接吧上街南了叫孙去上街南了叫孙去出当上去生花衣出当上去生花衣出来往登镇叫孙去出来往登镇叫孙去上去两步去几个人上去两步去几个人上去南了叫孙去上去南了叫孙去出当上去生花衣出当上去生花衣出来往登镇叫孙去出来往登镇叫孙去啊，这是皈依，然后下面就是向那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时候，观想一切的释迦牟尼佛为主的所有的这些圣者佛陀都发了菩提心，并且呢就是按此地的宣了这个菩萨戒啊。那么我也是为了你与天界无极的一切众生，今天呢就是再次的这个。发菩提心啊，释迦牟尼佛转发论时的时候呢，我也是以这个我们现在所方圣的这么多的众生都作证，然后我们前面观想的诸佛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和还有我们的传承上师们，这个观想啊，就在他们面前呢，这个发菩提心，并且呢，尽心尽力的按自己的修学菩萨戒啊，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像一切的诸佛菩萨都是在先发菩提心，并且以自己的这个学菩萨戒，就最后完成了这个所有的这些满场的六度万行的大事业。我们也是这个佛的弟子，我们像佛陀一样，我们今天也是在诸佛菩萨面前，这个发菩提心，并且发愿以后，次第的修学菩萨戒啊，大家这是一个誓言。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一个唱的大的这个衣柜，但是呢，这就是最关键的次。每个人心里面产生真的，我从今天开始要这个发菩提心，度化众生。有这颗心的话呢，来自有生之年，来自生生世世呢，我们相续当中有菩萨戒的戒体啊，就有菩萨戒的戒体。所以呢，我觉得人生确实很无常的。我们在座的人呢，又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多少很难数的，所以你们每个人应该想一想这个自己在有生之年当中，如果自己没有一点这个修行，没有一点相续当中的真正的这个大乘的善根的话呢，磕头上再怎么说也是有时候是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是一切都是无济于事，所以呢，我们大家从心坎深处真正这个把这个无上的菩提心啊，就心里面应该这样想的。那么下面我这个念诵的时候也跟着从五刚这个念诵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内容呢，刚才我讲的那样。这德尔根地的舍地像这个腾的第八档像这个三会喇叭了像这个三会喇叭
대다바람천은내바다를대다른게내바다대신로라단돈더대인로라단돈더상천선너기기장상천선너기기장대신돈은나바라대인돈은나바라은바전더나바라겨은바인더나바지적들을흥기대서디제다흥기대서디상천선너기바당상천선너기바당상천선회나바라상천선회나바라대다가람선은내바다를대다른이내바다대신돌라반돈더대인돌라반돈더상천선너기기장상천선너기기장대신도는나바라대인도는나바라른바전도나바라주른바인도나바지这已经念了两遍，然后最后一遍的时候呢，我这个探知的时候，听到这个探知的声音的时候呢，你们每一个人想，我已经获得了真实的菩萨界的阶梯啊，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德性，有了这个德性以后呢，我们相信当中会有这个菩萨界的。这都是文件的设计这都是文件的设计像这腾的结巴当像这腾的结巴当像这生会喇叭啦像这生会喇叭啦这都是人生的喇叭当这都是人也喇叭当这些都是盘顿的这些都是盘顿的像这生的结结巴像这生的结结巴대신도는나바라대신도는나바라른바신도는나바라주른바신도는나바지정기수정조매정수정나바라도동다농성미부수정기수정바라정조시오하정시불경도는우리경도는제자라미경도지내똑더라정토불어쇼여러근지지성업결제전부쇼다용수도제정서능교바전매용도다똑더마니교매교불어쇼好那现在我们前面的部分我用我来这个当归罗舍还可以然后后面到方僧一跪的时候呢你们应该就是照你们的这个专业为落实来这个念诵啊。我们三巴拉三巴拉欧巴拉三巴拉三巴拉欧巴拉欧巴拉三巴拉欧巴拉三巴拉欧巴拉欧巴拉欧巴拉三巴拉唱红啊
Thank you.